首先第一关，我们要转大力一点。好，炸！啊，好像有点太大力了，洗一下技能好了。哎，原来会死哦！哎，不会啊，有减伤啊，不是？去去去去去去！哎，谁叫你打死他的、啊？你莫名其妙啊！哦哦，打妹！炸暗珠！然后怎样啦？我为啥小啦？卖差啦！他是孤单寂寞觉得难耐是不是啊？你们去陪他啦！然后炸新珠，我还能无脑洗技能吗？哎，这边的话，这一关它蛮特殊的啦，它没有说少几下追打你几下，所以其实还好，比较没有那么可怕。你要让我合体了没？这边有新珠，我们都不要用削的哈，我们都用炸的。那关于新珠的问题，我建议全部炸掉。看你们是在吵屁哦、喔，吵太小，不要吵闹。没有看过坏人是不是哈？我要凶起来了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可以，我现在合体了，我要凶了。五四减伤两万多，反击基本上撞到都是挂了。树，那你有修吗？你比较像牛什么？有杂音，有杂音，因为后面那个在，你看到背景上面有没有？那边在放炮啊，是那边的问题，不是我。等一下啊、哦，这边，哎、欸，先开个西蒙好了，然后干。不是啊，你火珠不会太多吗？妈的！哦，气死我！大佐，我以为又是牛的问题，什么啦？我开台是什么时候有杂音过了啦？好啦，木珠是水哦，那我们不要去消木哦。哇，这一关会打很苦吧？哎，好像也不一定呢哦。哦，原来刚刚这个没法哪一个啊？你又打了什么啊？哦，你不要在聊天室吵闹啊！为什么你打的字有声音啊？很烦啊！还是说饿死了？我知道，我也快饿死了。我没有吃晚餐就跑来开台了。哎，不是，下一关这样是不是代表我要死了？
喂，木珠嘞！不是啊，我不是我的木珠啊，我的火珠嘞！这会不会死去啊？我就会死去哦！最后一次了，没点数，好了，去！我们等一下来打一首歌。开龙科，去，玩完了，忍住别洗版。你这边带头的，然后你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这个这跟打完那个，然后说五二一有什么两样？操你妈咪！好啦，这边的话，等一下啊、喔，这边我们先做一件事好不好？那、啊、算了，不好问你们干嘛，神经病！我要做，我自己早做了。好，我们先把那个负面状态挤掉、喔。不然我受不了了，每回合都有那个东西盯着我看。哎、欸，其实他打我也不会死啊，我也不用担心他、啊，我担心他干嘛？哎、欸，那再一回合好了，等一下。哈哈，西蒙跳完继续跳，耶、yeah ！好了，这样石化就不见了，然后不能消到光嘛。欸、我刚真的一瞬间太爽，我差点就是想要消光的念头。叠珠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光完美叠呢、欸？哦，去，不会死那就空转，没有啊，五二一。好啦，下一关王冠，我们要看到罗杰诺木了。拉森诺，螺旋丸。哎，拜托位置不要太奇怪，现在真的没有李龙了。好，这位置还好，还好是还好啦。其实这边我们也不会死，你知道吗？他虽然帮我回复力变零，可是你炸心珠一样可以回血，所以这边就是一个，对，敌不动我不动，管你要不要动。我要炸吗？炸一下好了。哎、啊，有没有火珠啊？火珠嘞？哎、欸，一颗火都没有，认真吗？靠！他还真的不给我火珠哎、欸！有这么绝吗？等一下，新珠不要用消的。等一下，他原来不会回血哦！啊，不就还好有打过呢，不要吓我嘞！碎裂之后只能手消四，等一下哦，来这边，我们就手消心就好，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。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做完美叠珠，就手消心就好哦。哎、欸，好像也不能多完美啊！开龙科没有开龙科，没有龙科可以开。好啦，反正也不会死啊，没差啊。去！好啦，四卡通关好不好？机械。我跟你讲，全机械大红连团绑太死了，你带其他的反而绑手绑脚，我们就直接带大红连团成员就好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讲到这个绑手绑脚哦，我知道为什么这系列要这样绑了啦。那个天元突破有看过的应该知道吧？大红连团最讲的就是团结啦，他们不要外来的人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要自己去硬干啊，所以这系列才绑手绑脚的啊。小朋友也会啊，敢不敢三叠？我跟你讲，因为刚刚我本来想要试试看直排的叠。可是后来我发现直排的碟其实会手消到其他东西。剧场版我还没看，剧透谢咯，我就是剧透狗，怎么样？嗷嗷！想试一个比较稳的版本，哎、欸，其实龙克已经拿到了、欸，
我看一下龙客，带大家看一下啦齁，它是一个暗机械龙客齁。这边无视工钱跟暗属性 25%， 还有三暗成员 CD-2。 其实暗机械可以用的真的很少啦，包括这一支啊。那再来就是加利略嘛，我觉得其实还好，如果真的不能拿就算了，成就还算简单，还好拿啦。啊，如果你觉得拿不到就算了，没差。